丈窄的地方也有三四丈，山泉是山泉呐，小溪山泉也是山泉，这大涧大沟也是山泉，这个水势还真不小，声如牛吼，哑赛过巨雷，就由上游往下游去。老道刚才就是顺水面走过去的，看见了吗？佟林俩眼发愣，看见了，走过去，啊，顺怎么走过去？就顺此处走过去啊。佟林，你拜我二人不是不行，你要能从这水面上走过去，我弟兄二人就收你为徒。佟林一琢磨，左不齐是死啊，老道这给我出的是难题呀、啊！我张了嘴了要拜人为师，人道让我顺这水面走过去，我准走不过去。可他们是出家人呢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素未平生，他把我佟林给害喽，与老道什么好处呢？二仙长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佟海川就葬身沟渠，淹死在这个水里头，必然他们俩也有办法。你这佟林可不傻，佟林一琢磨，行，老师您让我走过去我就走过去。说着话把这哨马子往地上一撂，把自己裤腿腕上挽了挽，袖面也挽了挽，噔噔噔噔噔，几步跑到这涧沟边上来急刹车。那说怎么不下去？谁敢下去？说走过去，真到跟前可眼晕。您还甭说顺这大山涧走过去，各位玩过水池子、游泳池那滑梯，这可好，还上去爬，爬上去，哎呦嚯！你上去腿肚子就转悠，我在上面站着，我害怕，底下人害怕，嚯！他怎么上去了？躲开点，躲开点，躲开点！我往下一看，池子里没人了，怎么上去？我怎么又爬下来了？大伙把我围上了，你干嘛你？疯了？爬上去，我们以为你要滑下来呢。可是你没滑上去看看，你又顺梯子下来了。而我这个心里发毛，我也没敢往下滑啊。这叫麻杆打狼，两头害怕。您琢磨琢磨，真往下抱，那得有点勇气，要不怎么叫挑战极限、挑战自己呢？佟林呐，到跟前儿没敢往下走，刚这么一回头，老道说了声无量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佟林，看来还是我们俩人把你送下山去，算了吧，你别拜我们俩人了。佟林回头一看，那哪成啊，我好不容易碰上俩高人，这是真正有本领的人，不就是这条河吗，您瞅我的，一迈腿下去了，那还不往下出溜，这水一下过了磕膝盖就奔大腿根了，半条裤腿全湿了，这腿紧跟着往下走，更往下沉了，没有，这条腿湿了，这条腿可没湿，磕膝盖以下站在水里头，哎，佟林脑子里的这么一纳闷，往前走吧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，走到这个水当间一看，嘿，感觉俩老道架着他呢。右手这老仙长，这手架着他，这手还滴溜着他那哨马子，俩老道一看他乐了，得嘞，你过去吧，把佟林可就给架过来了。佟林过河二次翻身跪倒，两位恩师在上，这回我能拜师了吧，别忙，急脾气，
哎呀，和你是算过来了，勇气可嘉呀。再问你一遍，吃得了苦吗？吃得了苦。据你刚才自己说，你在家也是殷实人家，同林家生活不错，站着有房，躺着有地。虽然说是农人，可是春种秋收，冬藏庇护，衣食无忧啊。可你要跟我二人上山学艺，吃不过就是糙米饭，喝不过就是山泉水，老道连块咸菜都没有啊。啊，佟林一听，哦，吃饭就是白米饭山泉水，连块咸菜都没有，这太难了。可佟林一琢磨，死我都不怕，我刚才都奔水了走，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老师，您不知道，我还就得吃白米饭，我这个瞅见咸菜就恶心。会说话，喝山泉水那多解渴呀。我是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，跟您说凉水败火，喝完了我痛快，我还就爱喝凉水。好，走，把这哨马子还给佟林，佟林背这哨马子跟着跑，俩老道在头了走，佟林在后头走，俩老道得等着他，跑一会儿站一会儿，跑一会儿站一会儿，可把佟林累坏了，没有路啊，鸟到羊肠，这就是动物踩出来的。俩老道走道没脚印，俩老道您算顺水面都能走过来，多大功夫？那说这人真能顺水面上走过来吗？那当然，这是功夫，您得练。人要练武有十二项，五禽六兽一条龙，这归为形意，其中就有蛇形。您看这蛇，蛇您要到了动物园，您得进什么馆呢？进爬行馆啊。蛇在地上走，但蛇要想立起来走，能不能走它得练。这蛇底下盘着身子，黄起羊脑袋，看多大蛇啊，这蛇能把自己身体的三分之一都给扬起来，这就很不容易了。我说这可是蛇，可不是蟒，蟒一辈子也甭想抬头。为什么您看《白蛇传》里头青白二蛇那是蟒，蟒要能练成人形可比蛇难得多。狐黄白柳黑这么五大仙，这个蛇沾一些它能成仙，蟒可不成。所以白蛇的道行大，就是因为它是白蟒变化，青蛇是青蟒，而且青蛇是男的，是公的，白蛇是母的，这您得听明白了。咱不说这蟒，先说这蛇，这蛇能把自己身子扬起三分之一来，它是保护自己攻击对方。但它慢慢练，它要这个蛇有心的话，它能往起练，争取把脑袋往高了抬，越抬越高，越抬越高。您看这么长一条蛇盘在那儿，要能立起二分之一，立起一半来，这个蛇人可就斗不了了，而且它就会往前窜着走了，就不是非得落下身子爬着走了。那么这蛇多的能练的扬起来多一半了，就后边一点尾巴立着了，它就盘不住了，它没那么长了，就这一点劲儿，它这一条蛇身子整个能起来，这就快能够御气驾风了。多的那蛇能驾起风来了，就快长出翅膀来了。画蛇不能添足，可是蛇能生双翼，打哪儿生？就从它鼓的这腮帮子这往后长，越练越大，越练越大，慢慢的就如同俩小翅膀一样，能够御气驾风，叫御气而行。这蛇可就不是在地上走了，可就在半截走了。人能走多高，蛇能走多高，要不怎么他入一仙呢？五大仙里边为什么有蛇没有蟒呢？所以这个人在练功十二项里边有蛇这一项，
就要向这蛇学，这个人练功的时候就要练御气而行，练这手功夫得控胸紧背，这人如同一个皮球一样。您可听明白了，不是说人轻在水上能走，人得重，得把气运到自己的腹部以下，往两腿上走，气往上运好运。您看硬气功都是练上身的，很少有练下身的。油锤灌顶砸脑袋，铁齿排擂，打糕剁斧，吃灯棒，吃玻璃，海剁，啃叉门，眼炸子，踩滚子，这都是黑话，这江湖上的管这给起的名字。很少您看腿上抗击打能力应该比肚子抗击打能力强啊，怎么没有拿菜刀拉腿的呀？光着一条大腿往这一站，拿菜刀拉，啪一条白印，没个这么练的。拉肚子行，滋滋带响，先拿一木头棍，这手是一大刀削这木头棍往底下让。各位老师吧，有人说我这刀是假的，让您看看，叉叉叉叉叉削这木头跟爆花一样，削一地碎木头茬，把这个割下，把这刀往自己肚子上一练，这手一攥刀背，打这刀头拉肚子，呲呲呲山响，把刀拿开，这一道白印，这么大的大刀，把刀口竖着往胸口上一带，攥住了刀把，往这一顶，那位拿那么憨一寸的钢管，烫嘿烫嘿，练完了把这刀拿下来，一道白印。那位说是这儿硬是腿硬，腿屁股肉厚，没有一位撅着那拉屁股的。为什么这气往上运好运，往下运不好运？你要想练这登平渡水，您得把气往下运。你把这气顺脚底下踩水，您看过山涧的时候，看着这人在水上飘着，这水往两旁边荡，打到山石水崖上，啪啪啪山响，如同擂鼓之声，这是气功。当然了，说书的我会说，我可不会练。所有的这些个功夫怎么练我都能教给您，您回家练去，您找一个一米多深的池子啊，因为您这人都一米多高，淹不着，您就这么练，您就练这气往下运，您别练这气往上运呢。您回家拿把菜刀往这一带，把媳妇叫过来，来家里的，来拿擀面杖啊，当这没有开，突进去了。媳妇说了，见着派出所公安局的一报案，这是戚梅新听完王卫坡说书啊，回来非练这大刀拉肚子。东城分局叫的会儿派出所，把我一块都带走了。啊，我说书我惹这祸我犯不上，您就练这好练的。您回去试去，您就知我说的真的是假的了啊，假的，嗯，啊，但书上就这么写的，但您放心，它总得有点道理。这是练的是气功。那么丛林呢，跟着上山，这走，老道有功夫，老得等着他，丛林紧追，追来追去，追去追来。又见一条山涧，但这个小溪比那条小溪那就窄很多啊，这水也细很多，而且看这水质啊也特别的清凉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一宽一深嘛，这水哗啊往下走，深不见底，你看着这水就浑，这浅呢水清凉，挺好。过了这小溪，看见了有一庙，来到山门这儿一看，嚯，就在这个庙门外头有两棵柏树，这个柏树上首这棵
有三四个人合抱粗细搂不过来，下手这颗呢有五六个人合抱搂不过来，千年的松树万年的柏，这个柏木生长的年期特别的长，它也能长得很粗很粗，特别高，直插云霄，高接云汉。那么这庙门呢，上面有匾，看得还挺清楚，上面写着金顶玉皇冠，但是这庙已经四围坍塌，这庙已经败了，就头层大殿呢还留着这么一层，后边的殿全都毁了。俩老道把童海宽就领到庙里来，一看这殿呢外头甬路上有一汉白玉的香炉，这香炉你别说倒一点坏都没有，看着跟新的似的，大概是没怎么用过，可是上边呢落着一层土，这炉里边呢都长了草了。进了这大殿，佟林一看这殿里真得说一尘不染，没想到从外边看这殿这么破，这庙这么败，这殿里这么干净，抬头一看顶子上净窟窿，这个庙顶呢全是漏的，但是这殿里特别干净，神厨倒还完好，神厨头里有个供桌，这供桌三条腿立的，那条腿呢是半条，弄几块砖呢给垫上，反正也是平搁着，但是擦得特别的亮。这神厨上有幔布，是杏黄的新布，非常的干净，里边是什么不知道。在这个供桌头了呢放了几个黄布做的蒲团，也看不出来是新的。在这个电梯角门后头有这么一个大水桶，木头水桶，拿这个竹子给它箍起来，这个水桶上面有这么一条扁担，这个扁担看得出来年深日久了啊，都已经啊油红油红的了。在旁边还有一把大笤帚，这店里就这么点东西。佟海川一进这店，老师，那么这功夫怎么练呢？老道一听啊，你别着急，先别练功，咱们先得说你吃饭的事儿。佟林一听，您怎么老提这吃饭，好像我多贪吃似的，不就是白米饭吗？您不说了吗，没咸菜吗，您端出来我吃啊。老道一听端出来，说哪儿端出来，哦，您这儿也没有灶，您那您说那白米饭，这白米饭咱们得啊现蒸，咱们得现哪弄这米，哦，米有没有啊，米有，那行，佟林说我会做饭，您把米拿出来，我到了这庙头了，不又山泉小溪吗，我上那投米，把米投得了，洗干净了，我拿回来咱们好焖饭吃，这个我会，不是那么简单。老道一掀这黄布帷幔，顺神厨里边递了出一口袋来，这口袋有这么大，搭嘴拴得挺紧，老道小心翼翼的把这米口袋给打开了，顺这神厨里边一伸手啊，拿出一八卦钵来，您还别说，佟林一看这八卦钵，嘿，我师傅还真有点好东西，这八卦钵是紫金的，就是红铜啊，但那年代这东西就很了不起了，值点钱，锃光瓦亮，一看老道经常磨损，这八卦钵拿出来就在这个米口袋里这么一插，插了这么一拨米，拿出来之后啊，老道看了看，
就倒回半波去，又倒回点去，这波里边啊就是三分之一有米，把这波撂去，老大又扎这米口那儿，他这个细致这个仔细扎得挺紧，把这给搁里，然后把这半多米，海川你看，佟林过来低头一看，哟老师，我别的不懂，种粮食我可明白，这米吃不得。佟林一看这米呀、啊、没法吃，什么米呀、啊、带皮儿的米，您都知道这个谷子谷穗儿，把这米打下来之后他得碾，他得把外边这米壳给碾去，里边那白的那米粒才能吃呢。这个米呢带壳还少半多，这要是碾出来没多少，这米吃不得。怎么这米还带着皮儿呢？就是啊，要不说我们这儿吃饭麻烦呢。佟林，你要能吃苦咱们就学，不能吃苦送你下山。我能吃苦，这米您说怎么吃？就是这样吃法。来，老道说着话呀，用俩手指头在这钵里头啊捏出这么一粒米来，就着这钵用手这么一捻，可就把这米皮儿啊给捻下去了。手里头掐着这米粒儿，用嘴一吹这米皮儿，这米皮儿掉下去，这米粒儿在手里边举着往这钵里边一扔，看见了吗？佟林说看见了。哎，你呀、啊、拿着这半多米垫外头那台阶那坐着碾，碾出一个米粒来你就吃一个米粒，碾出俩米粒来你就吃俩米粒，这半多你要都碾得了呢你就吃这半多，这半多你要碾完了不够，这神厨里边米袋子跟为师我说，为师再给你款去，但是我估计这半波你撵不出来。佟林一听，拿手撵米粒儿，这米在我们家都得拿撵子撵呢。各位您见过那撵子呀？那么粗的撵子，有时候是人推推不动，得拿牲口担。为了防止这牲口偷吃这个粮食，把那牲口戴一眼罩，轰这牲口推这碾子。您别瞅这米粒小，这拿手可弄不动。佟林伸手接过这八个钵来，拿起一米粒来带皮儿的，就这么一使劲儿，这米您都知道当件粗两头尖，我说这还是一般的大米，您要吃那缩的米整个都是长的，这还是普通的稻米。那么就拿手一捻，这米两头尖扎这手指头尖生疼，十指连心的，佟海川就觉得手指头扎着这么一疼，哎呦老师，这捻不开呀，捻不开，山后的蝎子饿遮，哎呦，这出家人也会说燕儿国话、啊，怎么还一嘴俏皮话啊？完嘞，老师，我碾米去，端着这八个钵，出了这大殿，就往那台阶上一坐，把这八个钵往自己面前一搁，拿起一粒米来，浑身的劲全运在这胳膊上。这俩手攥着自己这俩手指头和这四个手指头一块使劲，哎，真不错，把这米皮儿啊，就这米壳啊，给搓活动。佟林真得说欣喜若狂啊，就这样我能把这米壳要能搓下来，要能碾下来，我就能吃一个米粒儿，费挺大劲，碾开一个，把这米粒儿单放了，
米皮儿单胖子，佟林别的不明白，一看那大殿知道俩老师爱干净，我这儿呢弄一地米皮儿，老师不乐意，那米皮儿都单攒一堆儿，这米粒儿单攒一堆儿，打这儿撵，天都亮了，一共撵了五个，俩老当呢在店里边一人一蒲团，五心朝天，闭目养神，也不知道他干嘛呢。佟林一看五个米粒儿，这没法吃啊，怎么办？接着撵吧，一直撵到日上三竿，撵到太阳当中，天到正午，也没撵多少。偷眼再一看，这殿上俩老道真稳当，就跟两口钟一样，往那儿一坐，连动都不动。你说这是什么功夫呢？我就跟这米粒玩命，这手撵完这手撵，这手撵完这手撵，一直到天又快黑了，都已经看出来太阳往西转，这天越来越沉越来越沉，就听着老道啊，吴良红，我师傅醒了，佟林赶紧站起来了，俩老道缓步出殿，海川呐，撵了多少啊？佟林真不含糊，一白天搭半宿，这一小半波米都给撵完了，米皮单搁的一小堆儿。老头看完了，点了点头。俩老道知道这孩子知道我们俩人爱干净，不糟践，这米皮没瞎扔，单攒一堆搁着。一看这半波米都撵出来了，好啊，撵得不少，自己淘淘米焖成饭吃吧。佟林心里话说，哼，谁吃，咱们仨人吃这少半波米，这不够吃的呀，可不敢说呀。他跟老师画圈，老师您看我撵出这米来有多少。老仙长一听，大概有二两吧。这有二两，这会有二两。老道一听，你是嫌少是怎么的呀？不是，那这咱们爷仨谁吃啊？都吃啊。佟林一听，哎，我看看怎么吃。佟林上小溪呢淘米，这淘米难了，米多好淘，走点就走点，就这少半波米不敢把这波搁在这水里头，拿手捧着水往这波里头搁，一看这水快溢出来，拿手捂住了，顺守着的缝往外出，这水生怕走一个米粒儿，把这米淘得了又端回来。一看老道啊，三块石头搭个土灶，捡点那个松树枝树叶的，已然把火给续起来了，真不含糊，有个香炉，把这香炉又递给佟林了，去把这香炉洗干净了。哎，佟林把这香炉给洗干净刷得了，拿回来就架在这土灶上，把这米连水倒到这香炉里边。您算的那香炉多厚，底下这火要把这香炉给做热了，再把里边这米饭给焖得了，这功夫可大了。佟林打昨天到现在没吃嘛，那哨马子里头有两张饼，还是在双雄镇那儿带的，舍不得吃，打阶级用的。当着老师也不敢说把饼拿出来自己吃，倒看这少半波米怎么分，把那锅呀往那香炉上一扣，当锅盖了，等着吧。哎呀，老长的老祖子一打架，把佟林饿的，年轻啊，您琢磨一天一宿不吃饭什么罪过，不敢原因，真不含糊。米饭香出来了，这饭熟了，老道一念佛，无量佛，把那香炉端下来吧。
红莲拿袖子垫着，把香炉端下来，把这八个钵给挪开，一看这香炉里头还真不好。